喺尖沙咀码头，凌晨一两点，风势最犀利，企都企唔稳。不过佢哋就好兴奋。平时做唔到嘅姿势，借助风力就做得到啦。吹到披头散发，影张相做见证先。不过担遮似乎多余咗啲。到底啲风有几劲呢？呢两个大学生话你知。我哋喺度吹风咯。因为我哋系嗰啲台风嗰啲发烧友嚟啊。65.7。我哋啱啱录到烈风程度啱啱。又送货工人要通宵送货。但系难度十足。我相信咧，唔使我讲，你都见到咧，依家出面情况好恶劣噶。咁咧，基本上依家系企唔稳啊。咁啊，啲雨打喺块面度咧，好似针咁痛噶。啱啱咧，我对鞋都俾大风咧吹走咗啦。咁啊，身都要向前倾斜啦，或者扎麻咧，先至可以企得稳。而喺西环，水位急涨，亦都有市民嚟记录风向同风速。风速计，无线电视记者潘慧琳报道。